四点。哦，大家看到了，现在是月川酒店的餐巾纸，这餐巾纸以后有价值，要把它裱起来。在国际大师的这个手下笔下，哦，不是对，没有笔，没有笔，我们都是用卫生纸画的。月川酒店。我想画家的最高。我也要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两位可以的，可以继续可以进来了。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。要拜托他的。等一下会拿两张画给记者说，所有记者照一下，因为这里没有地方拍，我有拿来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私下不了解的时候，不要耽误时间，因为处长看表还要去几个其他地方。先看你们的左手边，好，先看左手边。好，来看中间，中间周边的朋友啊，还有媒体朋友们，赶快拿起你的相机。当结合艺文共同来推动，即嘛我都提升咱规个城市对于啊这个艺文这款的重视啊，加大家对于啊这个艺文共同培养一个真好的兴趣啊，所以今仔日啊咱馆内的这个啊美术界的这个老师啊，甲咱的大师共同来做分享做联谊啊，咱认为对于城市规个艺文提升有真大啊这款的帮助啊，咱嘛希望。啊，这款呢，类似有企业啊，要甲公部门来结合，啊，要来推动艺术呢，咱嘛希望会当多多来参与。但是呢，画家为什么不能补习？画家非常多，多到不行的多。但是你们听起来没有起头，就是真的画家真的没有起头。啊，长大我这种神经病也不多，啊，我是哪一种都可以画。等一下你们看到这些画，慢慢走过去，不会每一张都一样，哦，东西也不一样，画风也不一样，做法也不一样，但是有一种动态的。等一下你们看哦，看呐，哦，看那个财神爷啦，那牛头会动，很多那个石墨也会动。重要的人物还是我们的大师，他还是让掌柜好，大家好好欣赏他的挥毫，他的大作，这才是重点。那我谢谢各位今天。记者先生们，还有我们市长，还有大师到这边来，好，祝大家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，谢谢。那今天的记者会呢？好，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嘉宾。